他现在的痛，我们现在来看。好，你指给大家看，你痛哪里？现在的痛呢，就从这里，这里痛到下面，因为我是那个月经前呢，每个月就痛两天，然后就是月经期了再痛两天。你痛的位置是旁边这一点，这里是腹股沟，有没有看到？它不是指正中央，所以要看哦，看位置哦，这里就有分了。好，您手借我哈，您是痛这里嘛？对不对？那这个很明确腹股沟，如果他指的另外一手借我，你指中间，这里如果是中间的话，那这里是肩椎的管的，懂我意思吧？两个部位不一样哦，所以揉起来，所以这个是不是我们肩椎的开关？不是啦，对不对？这样是在臀部的开关啊，四肢以下就揉同侧。也就臀部是哪里痛揉哪，也就是他这一边痛揉这一边的臀部，这一边就不用揉了，只有脊椎两侧才这样，包括肩椎也是，哦，到臀部就管四肢，就同侧，这样大家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这个患者要揉哪里？他还有大腿痛，他说从腹股沟到大腿嘛，对不对？那还是一个开关而已，所以只要揉他的臀部就好。你这样多久了？我差不多。基本上每个月都痛，基本上每个月 MC 来就痛是吧？啊，是哦，经期来就痛，啊，那这样很多年了吗？都很多年了，十几年了。好，十几年了，重会不会好？会的举手我看一下。不会的举手我看一下，都十几年了，不会了。好，他这个不是二十四小时，还是要用我们的诊断学。如果不是二十四小时，表示这个病容易治疗。那容易治疗为什么会拖十几年？嗯，没有找对方法。对对对，你们现在知道找错方法，找错人。你有找错人吗？有找人吗？一直在针灸十几年了。那可见都针哪里呢？他平常针这里啊，有啊，针这里，全部都有针啊，还有腰啊。扎前面是吗？前面、后面，反正头部、全身都扎。哦，全身。哇，这个就是我说的，全身很多开关，很多医师就在找配开关了。那如果万一没有配对了？如果刚好有一针针到屁股的，这样对过来，哦，那就好玩了。从来没针过这个地方。你啊？从来没针过这个地方。屁股，屁股反而没有，啊，前面有。怎么这么倒霉，用了那么多针，竟然没有射中？我说不然射飞镖，起码也要射中一根，啊，竟然只有屁股把它空了，其他都射。这个意思也真是的，这样扎了十几年啊。是啊，扎了十几年。所以很苦，病人很苦。这个你大家要小心呐，啊，裤子都有一些装饰品，你们真的要控过去啊。这个硬的，你这硬碰硬啊，一定会伤到啊，哦。所以我们先来看看他有没有妨害我的空。你是这一腿吗？还是这一腿？先问了，好，哦，所以这要问清楚，不要说左眼有问题，挖到右眼，这还蛮麻烦的。好。那这个很痛哦，你要忍一下，这里是不是很疼？是是哈，哦，这里疼吗？这个也疼是吗？这里疼吗？好，差不多来回两三次就好，每一个痛点我差不多揉几下就好，因为它很痛，屁股我认为是最痛的，因为你要揉到深层的筋，啊，这里肉又多，你势必要进去，啊，真正痛是在肌肉，
所以做完还一定要舒缓，舒缓这个手法会教各位，就是好像揉面团，对不对？其实大家看我这样的功夫来揉面团，应该也可以。这样舒服吗？舒服。哦，这个舒服，所以这个真的是舒缓。所以他十几年来的病就在这里，那这个会不会完全好？会，你只要这个筋松了以后 ，MC 来就不会痛，就是这里可以，您起来看看。谢谢。哇，现在真的放松很多哦。真的啊。刚才我上来是从这里痛，痛到这里，反正我每天就要敲这里，好痛嘛。是。现在就好像没感觉一样了。是吗？是没有那么痛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好，谢谢你。